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哲学会星期五。然后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我们是从五月一号本来就要讲这个题目，可是我们那时候牧者这边关掉，就是关那天没有营业，所以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就外面延到牧者有时间，所以延到今天。那今天这个题目呢，其实我们大家邀请到也是上次有一次的机缘里面，高理事长跟高伟邦先生主讲者跟顾玉林老师，那时候是顾玉林老师当主讲，然后高理事长在下面，然后又谈台湾的经济的问题啦，本外劳脱钩的问题啦，然后他就想说约下一次来讲啊，所以我们才会安排这次的机缘，然后也很非常谢谢那个。顾老师跟高理事长两个都可以啊，刚好都有空可以排到今天可以来。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一般哲学星期五是在七点半？可是为什么今天排七点？一个原因是因为高理事长一直觉得他没有办法畅所欲言，讲的不够，每次都给他30分钟，然后提问大家回避，他想要讲深一点，所以他这边也找了记者来啊，这就是把他东西怎么拍下来，我们两个都有拍了，那等下就让他。好讲45分钟了，好，我们刚刚看，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热烈掌声欢迎高理事长。非常感谢啊，有这个机会来谈这个议题。其实大家听到这个议题，都会有一个感觉，台湾经济还有救吗？啊？怎么还有人有兴趣来听这种议题呢？我讲这个议题其实讲了10年了。10年前，我在这个大话新闻第一次谈台湾经济为什么变坏，我突然一下就变得很红了啊！后来《自由时报》就说你把你讲的东西写下，所以就在《自由时报》写了差不多快40篇。陈水扁总统2016年3月17号就找我去说，一定要照你讲的这个来做啊。但后来就不了了之啊。那么一直到2013年啊，那个刘敬新教授来讲的时候，他是说那一次陈水扁差一点就要这个采取这个外劳本劳脱钩啊，就是因为他找了陈菊去说服了陈水扁，因此这个脱钩事情就打消了啊。我到那个有人推荐我到这个小民经济会里面的政策小组里面演讲啊，谈这个意义事情。所以我在想，如果2016年陈水扁如果采纳了我的意见，那可能陈水扁不可能坐牢。因为我认为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所以老百姓对他愤怒，是造成他后来坐牢最主要原因。那你看今天马英九一样的，也是经济搞不好，所以大家很愤怒，所以他的民调就比较低。那我现在要谈的，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会变坏？我们从头开始讲。先看一下经济不好，经济不好从两个数字来。第一个，经济成长，在过去我是拿主计处的那个GDP， 就是每年的 GDP， 如果我从这十年我把这一年的 GDP 变成10年后的 GDP， 它等于是复利每年要增加多少，这种方式来得出这样的数字啊。那么我听大家可以位置可以移一下哦，这个椅子是可以移动，没有固定啊。到这边讲，好，大家可以稍微。所以，如果说开始的时候我们经济GDP 很低，所以前面的数字啊成长都非常非常高，到后来开始稳定，最好的时机其实是80年代到90年代。那么。70年代到80年代，那个时候是我们创造经济奇迹，这是国际上认为我们台湾创造经济奇迹，而我们是四小龙之首，就是我们的表现比新加坡、香港、韩国都好，所以那个时候
失业率只有1.5%，经济成长率超过10%，而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出来都有很多的工作。那个时候其实第一流的大学生才去上留学，第二流的留学工不是进外国的公司，再来就进中油台电，最差去做公务员。那是那个时候，现在反过来，因为公务员最有保障，所以大家都要考公务员。你从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李登辉最后八年的数字，他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掉到了7.8%，陈水扁掉到了3.7%，马英九掉到2%，所以这是一个直线的下降。有些人认为2%也不错啊，3%也不错啊，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经济开放的国家，所以像美国有2-3%，那很不错了，失业都改善了，对吧？那我们没有啊，所以我们这数字基本上面还是有问题的。一直到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其实我们的外销哪有那么多，所以有一部分的可能是把国外的外销数字弄到变成 GDP 是国内内销，为了不要太难看。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40度的一个下降线。其实这个你看起来就很可怕了，可是你看再看下面一个你就会更可怕。2008年就说经济创造经济奇迹的时候，我们政府举债只有44亿，10年之后1992年变成396亿，再好，再10年之后变成5660亿，十几倍了，再下来变成5兆多。如果你能跟这个比，30年涨了多少？1000倍啊！这个不可怕，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如果你经营一个公司啊，业务看起来还不错，可是你在银行借钱，30年增加了1000倍，你说你这个公司怎么会不垮？所以你这个公司是一定会垮。现在马英九执政完了，大概也是5兆的举债。但是我们的举债上限是多少？是 GDP 的40%，差不多6.4兆。那就表示新任的总统上任之后，他能够举债不到1兆。陈水扁花到1.4兆，马英九可能花到2兆。那你说下面这个总统只有他的一半，他怎么应付这个公司的营运？所以他马上就会遇到发不出薪水种种的问题。所以大家现在都急着表态要竞选总统，但是这个危机大家都没有看到，因为大家看到的是把总统的这个官马跟他作为总统可以分配的利益。一个总统可以分配到6000到7000个位置，这个当然包括阁员，包括国营事业，包括半国营事业，包括电信局，包括这些所有6000-7000个位置。当然站在政党的利益，这是一定要争取，但是这个国家其实已经在破产之中。经济不好怎么比？当然是跟过去比，跟别的国家比，跟自己比，一定是这样子。如果跟邻国比的话，你看一下，我们常常说韩国太厉害了，韩国多团结，韩国多爱用国货，我们都没出息，我们都在在哈韩族都在流行。事实上韩国在过去它的经济模式成的模式是来学台湾的，他是派了官员来台湾学我们怎么开发外销特区，怎么做这些东西都是。可是在1992年那个时候，他们的 GDP 韩国是7000多，我们是10000，所以他是我们的7成。可是到了2004年的时候，他已经超过我。所以到底是他们很厉害，还是我们停滞不前？这个我们下面再分析。最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我看了也蛮神奇的。中国的一个深圳就比过了一个台湾，他的意思说在深圳在13年前
他们的 GDP 是$5,000，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可是三年后，深圳的 GDP 已经是两万一还不到。为什么？13年，他们可以 GDP 成长4.4倍，我们只能成长0.4倍。这个道理在哪里？也许你现在看不出来。我待会最后我再跟你讲这个原因啊，很简单。那当然老百姓的感受，就是薪资停滞不前，这个大家讨论很久了啊，说16年的薪资，实质薪资所得跟以前一样，现在讲起来应该是17年了。那这一个情况，其实这17年台湾 GDP double， 那为什么 GDP double 而薪资没有分到好处呢？这个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哦。所以 Michael Porter 那个竞争大师来台湾的时候啊，我们的政府官员告诉他这个情况， Michael Porter 说这不可能的，怎么可能说你 GDP 在成长你薪资不成长，这个道理在哪里？所以我们台湾的经济已经脱离了一个正常的经济的模式啊，这个当然是跟我们现在的海外生产啊，台湾阶段是有关系的啊。第二个，现在我们的失业率只有3.9%，比美国比欧洲都好太多了，但是事实上找事还是非常困难。如果你有亲友，你们他的小孩都找事非常困难，找到理想的工作那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有很多的年轻人对社会不满啊，很多啊，这个凶杀啊，这个很多这种事情。我再看最近发生的这个8岁女童被割喉的这个案子，这个广西的这一个年轻人，如果他有个正当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是有期待的，3年之后可能会加薪，会有期待的，我想可能也许不会走到这个绝路。但是这只是一个联想，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是非常不平稳啊，有自杀的，有这种情况，其实这个间接上跟我们的经济不好是有直接的关系。那更荒谬的是高学历低就业，在过去要翻身得一定要念大学，在我们那个时代。所以当经济创造奇迹啊，经过20-30年，那这些做女工的也好，做工人的好，他们第一个志愿都希望他的小孩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所以我们的大学生现在的比例哦，大概60%以上是大学生，已经七成，而且现在又12年国教，所以以后没有国中生，但是高中生、高职生有一个现象，他不愿意做工人啊。所以现在更荒谬的，在2013年，我们台湾生产了就是比6832个博士生，6832位博士生。可是只有5%的找到全职的工作，5%，而大部分兼差，甚至于我们现在的兼任的教授，他已经才差不多还有10000。而这些兼任教授啊，我认识的朋友差的啊，他一个礼拜兼2堂课，他一个月拿1000块啊，大部分人都拿不到22K，都拿不到20000块。因为学校也很贼，现在都雇了一大堆兼任教授，这成本省很多，所以现在是教育收的越高，你的收入越差。今年我们教育部啊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今年把博士生缩减了1000人，缩减了1000人能解决这样，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当然薪资停滞不前你要从根本解决，这根本解决我待会再说。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些
立法委员国民党的盖赖世葆，他想出的方法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他用胡萝卜，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企业主动加薪的话，我就给你减税，然后如果你这个企业不加薪的话，我就要惩罚你，就要加你的税，或者是，但是这个用意好像是还不错，但事实上你根本无法执行，你怎么执行？如果一个企业他的薪水平时就付很高，他才是没有加薪；一个企业他的薪水就是很低，他现在加点薪，你难道是要奖励他、处罚他吗？所以这个根本行不通的，而且一个这个事情是会越搞越复杂。当然在现在还在行政院里面，还在这个院会里面啊，跟立法院里面讨论，但是这些都是在空耗台湾的时间跟现金，解决不了问题。我现在讲的台湾经济的感受、劳动的感受，仅拿薪水来讲，当然这个现象发现这个经济不好的后遗症很多，失业率高，薪资低，少子化，没人养得起小孩。那么像我们台湾现在是全世界出小孩出生率最低的，是因为养不起小孩。当然我们政府也提出一些办法，我们的江宜桦做内政部长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征100万，征求一个口号啊，希望大家喊口号就能生小孩。结果这个100万口号好像是宝贝有你真好，就拿走了100万，但是出生率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啊，他也升了官，也行政院长。所以这些问题，人才外移啊，这个政府面临破产，所有的这些劳退基金都面临破产啊，这种种的问题啊，贫富不均都是经济不好的一些后遗症。那下一个问题，台湾经济为什么不好？我想我们这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啊，已经轮了2回了，但是似乎并没有真正认清台湾经济为什么不好。为了给你这个答案，台湾经济为什么不好，我们先看一下，再先回想一下台湾经济怎么变好的，是什么人创造经济奇迹的。那个时候创造经济的不是大企业，我们没有大企业厂，我们没有什么造船厂，我们工程所有的这些政府扶持的厂商通通没有竞争力，只有那些小型的中型的制造业它有竞争力，因为它把产品销到国外去，它不需要去巴结这些政府官员，它不必去行贿，它就可以销到国外。所以我们是中小型的制造业，制造的产品外透过了中小型的贸易公司销到国外去，而这种产品非常多，你到美国市场上，在80年代你就可以看得到啊，有衬衣，有西裤，有服饰业，有小孩的服装，有运动鞋啊，皮包、电脑、电动玩具、音响、家具、婴儿床啊，运动箱、汽车零件，都是 made in 台湾。因为有这些的产品的产生，那么他们就需要中游的产品来做。好比说你要做衬衣，你当然要买布嘛，所以你就扶持到布厂，买布当然要纺纱嘛，所以就有纱厂。但你纱厂之上游就是什么？就是人造纤维跟棉花。棉花我们不产，我们可以做人造纤维，所以美国中美合就跑来台湾投资做 PTA， 就是 polyester 的原料。所以在下游的事业很发达，外销就创造了中上游的市场，所以中上游就来投资，因此啊，这个国外的厂商就拼命抢进台湾。为什么？因为一到台湾之后，他就自然就很容易赚到钱，因为有市场。在这一个，在尤其有2个例子，好比说
那个时候最后要抢进台湾的，是因为我们有皮包、有运动鞋、有用到很多的人造皮，就是 PU 的皮。那 PU 皮台湾生产很有很多生产线生产 PU， 但是 PU 的原料都是进口，从德国、从美国进口，所以德国八月厂就希望来台湾生产 TDR， 就是 PU 的原料。可是那个时候就发生了环保问题，我们抗议，都是他生产，结果他搞了半天，他很失望的离开台湾。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当你有市场，有这些产品，下游的产品，你就创造了中上游的市场，你就有国外的厂商抢的要进来投资的原因在此。那现在像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他说陈水扁说我开放，一开放人家就回来投资，所以殷启明跑到美国去说我要引进啊这些外国厂商，没有一个厂商来。原因很简单嘛，你已经没有市场了，你去再找拜耳来投资这个 PO， 他曾经跟台湾的一个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不是台湾的一个总裁一讲啊，就是开会讲说有一次这个总裁到回到德国啊，他们开会欢迎他说还好没有去台湾投资。为什么？因为这些 PU 的制造的皮的厂他们都到中国去了，现在在台湾投资他们还要卖到中国去，又发生了就有困难。所以当殷启明到美国去招商，当然招不到嘛。其实我觉得一个经济部长他连这个常识都没有，他结果说有一个 W 厂要在台湾生产汽车，而这个汽车是因为我们两岸要签一个法，所以可以销到中国去，这是很荒谬的一个想法。那 W 厂确实有跟他讲这个事情，人家只是一句玩笑话，他非常认真，到最后人家当然没有投资，因为人家在中国的大众汽车已经是投资很大的一个厂啊，他在把那个厂在扩充，因为没有你在台湾生产汽车没有利息嘛，我你销到中国为什么不在中国生产呢？所以我们的部长的水准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台湾经济一直都搞不好，原因当然是在这边。可是到了90年代，六四天安门之后，人家对中国开始封锁，我们台湾才想前进中国。当然这个时候你到美国去看，所有的 MIT 的统统变成内部枪，同样是台商做，但是是在中国做，所以都变成内部枪。讲半天台湾经济为什么不好，最主要原因就是产业外移，产业外移半径自杀，这是我自由时报写的第一篇文章。因为产业外移等于慢性自杀，有人说有这么严重吗？劳动密集的产业到中国去还是赚钱啊，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产业，如果我们把它的成本把它分析一下，好比说一个成衣厂，成衣厂一定要盖厂房、设备、机器设备，要有厂房，那要有工人，有缝纫机，所以你要付工资，你要付设备费用，你要水电费用，你做好的成衣要包装，然后你要陆运，然后要海运。当你接到订单 LC 的时候，你一定拿到银行去贷款，你才有买原料这些钱，所以银行的贷款的利息啊，那你是员工的劳保费、退休金啊，你的厂房租金、杂费等，所以你整个的成本加起来是你总成本，你赚的可能只有5%，但你赚的虽然你赚的只有5%或者是10%，可是其他的90%或95%你都用在当地，因为你要在当地买原料，你要在当地雇人，你要在当地纳税的。所以当这样一个成衣厂移到中国去，你也许照样赚你5%到10%，可是政府丢掉，人民丢掉90%，你的 GDP 就全部丢掉了。所以你说
一个厂移出去是不是等同自杀？是慢性自杀，看不出来而已。也因此，产业外移是我们政府犯下最大的一个错误啊！我们在国外，大家都知道，你尤其现在很多中国人想到美国去，所以美国人特别欢迎你到美国来开工厂，我就给你移民签证。在联合退出联合国的时候，美国有一批的商人来台湾招商，就是把他的工厂卖给台湾的这个企业家。那个时候他们为了要移民，所以他就给美国工厂。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跟你们讲，你在美国建一个厂，你也许是赚10%，国家赚了90%，所以大家都欢迎企业到他的国家设厂，到新加坡、到哪里都一样。可是这个世界有那么一个国家叫台湾，他只是蠢到了极点，把我们外销型制造业，我认为等同是印钞机。那个时候大量的外汇增值，而且人民的所得增高，就是靠着外销制造业，他把这些制造业通通逼走到中国去，逼到越南去，逼走到中国，帮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的经济崛起最大的功臣就是台湾的制造业，一直到今天，台湾中国外销第一名的工厂就是富士康。富士康的营业额3兆到4兆，大部分都在中国，所以替中国创造了美金大概是3兆外汇储备。所以我再讲一次，忽视外产业等同慢性自杀。你虽然一时看不起，看不出来这个影响，但这个影响慢慢的就产生。所以因此，你的产业政策应该说怎么排除产业外移的因素，你要找出来什么原因产业会外移。所以你要把这个外移的因素来解决，使得产业能够留在台湾，或者更进一步让已经外移的厂商能够回到台湾，你这个产业就能成功。但是我们检验一下过去这20年来的经济政策，蓝的这一个是李登辉时代肖万长提出来的亚太移民中心。亚太移民中心包括6个中心，第一个中心就是制造业中心，然后是海运中心，然后是空运中心，然后是金融中心，还有资讯中心和媒体中心，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当你制造业外移了，那你海运当然就减少了，因为你不需要海运了嘛，因为你制造业移到中国去了，产品在中国制造，中国就直接运到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高雄曾经是货柜，高雄是3大货柜港，可是现在高雄萧条到大概也不知道10名20名以外。原因很简单，你没有货运，你没有这个轮船，没有货了嘛。萧万长一直认为他的亚太营运中心没有成功的原因是陈水扁后来的锁国政策，所以他在2008年后来他一直在强调他的亚太营运中心，其实完全是错误的。亚太营运中心当初也是大前研一的点子，也不是萧万长点子，那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绿色的是民进党时代的所有，你仔细去检查，包括了振兴传统产业6大措施，这里面通通没有解决我们刚刚说的产业外移的关键因素，都没有解决，所以通通失败。也是报道最后大投资大温暖，这个是蔡英文主导的一个政策，大投资讲的是制造业，大温暖讲到的是长照产业、福利产业。那我马上写一篇文章批评这个，不是批评，就是
不解决劳工问题，你不可能有大投资，没有大投资，你不可能有大规模。而这个计划是2009年要达到美金20,000，我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啊。当然，文章写出去，他们很不高兴啊。那我本来是海基会的顾问啊，马上把这个顾问5点之内就拿掉了。可是半年之后，在立法院和美院被已进入执行。和美元成，也就是说，你要达到20,000，你现在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多少？那你达到，那怎么？当然，最后他承认他这个计划是失败的，这个大投资大量失败。但是现在又开始在炒长照计划，而且通过长照计划既无钱又没有人，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我刚刚讲的都是高中以上的。88掉的工作谁愿意去做？没有人做。虽然没有人愿意去做，但是为了降低失业率，他开了很多的训练班。你训练班来参加，我就付钱。但是训练了10,000多个人，没有1/10留在职业，所以降低了这个失业率，其他都是空的。那他，我想，这些怎么这个？经济动能方案这个东西，他们还做了一个广告广告做完了之后，他自己也没办法自圆其说，他结果他说相信我们，相信就好，不必一定要搞懂啊。事实上到现在这个也无疾而终。台商回流方案其实是针对2012年我们办过一场游行，那场游行的主题就是台商台干要回家。台商台干为什么要流落在中国呢？为什么不能回台湾呢？我们提出的方案就是说，台商台干要回家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松绑外劳政策，数量要松绑，薪资要松绑，这两个条件达到，台商就能回来。结果他就采纳了一半，那就是薪资不松绑，数量可以。回来呢，他可以一次聘用40%的这个台商的这个外劳，40%的外劳很多，但是5年以后通通收回。那我就不晓得这个什么人做出这样的政策？难道我回来之后就经营5年吗？5年之后我怎么办？他不管你，居然这样的政策也可以拿出来。当然台商回流方案也一样的是没有人回来啊。但其他的我就想，我就不多接，不是这样子哦，因为你不多接，他就整个单子要转给别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有的厂商就先一步移到中国去，但他移到中国去，他的工资大概降到1/5，虽然效率不是那么好，但是也是有很大的降价空间，所以他就可以接到很多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一般。我们的生产人员跟客户都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所以客户就会要求你降价，你实在不能降价，他就要求你搬到中国去啊！你再不搬，他说我只好把单子转走。所以一家出走，就整个的这产业全部出走。所以缺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因为你的生活变好了，所以做家长的都希望小孩子念大学，都希望小孩子比他有出息，所以因此愿意做工人的人变得非常少，所以在缺工，
在过去我们开始产业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缺原料，原料可以进口，我们缺设备，我们设备也可以进口，甚至为了原料进口方便，我们还开发一个这个外销特区，加工特区，那么使得进口的税也不要那么麻烦啊。但是缺人，为什么不能进口人呢？这很简单嘛，缺人我们就进口人了。所以在那个时候，1992年就制定了那个违反市场的这个外劳政策。所谓违反市场的，就是外劳明明只要我们现在是外劳，我们现在基本工资是晚上就是2.08万，就是2万块钱。外劳他1万块钱他就很愿意来的，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给他？在当初的时候，理由很简单，那个时候说哇，如果我再给这个企业这个便宜的劳工，那这些企业家躺着就可以赚钱了，那就不会去搞什么产业升级了。所以不行，那个时候是要求一定要跟基本工资挂在一起。现在挂在一起是人权问题，不能歧视外劳，所以挂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外劳数量要非常严格的控制，严格的控制就是说外劳会取代的，所以我不能够想太多。所以因为这两个的因素，我认为是个错误的政策，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因为我们为了不歧视外劳，使他绑在一起，结果变成了数量控制很严格，结果变成了这个国内非常缺劳工，所以变成外劳他来这边他只能拿一半的钱，总结来说只能拿一半钱。他突然发现他如果说离开这一个做黑市的他马上借钱比原来2万还要高，所以他就会逃跑。那这样逃跑的确实数字不知道，大概也有4-5万人，我猜想是这样，这个原因。但是有的逃跑很顺利，碰到很好的雇主那次，但是很多人都后来被人蛇集团控制，人蛇集团控制就更剥削你做苦工，更女的更拿你去做色情行业。在这种情况之下，偶尔这些被绑架的这些外劳逃脱了这个牢笼之后，就变成一个社会新闻，就被美国的人权组织控诉说我们是虐待外劳的国家。所以我们表面上我们本来是不歧视外劳，结果得到的国家形象是更坏，是虐待外劳虐待外劳比歧视外劳很低，差很多。我们拿美国来讲，美国的这个黑人被虐待，那你看看300年的历史，一直到林肯解放之后，还是后面就是歧视外劳，所以虐待外劳远比歧视外劳要严重太多。当然，第二个坏处就是产业外移，因为你没有足够的劳工给他，他最后会生成他就是外产业外移，经济萧条也不容易。还有一个坏处是，当中国经济崛起，最近我们的蔡主席到美国去Chicago去拜访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叫做 Mercy Hammer， 他发表一个弃台论。他当然他后来说这个是媒体给他灌输，他说 To Taiwan 或者Goodbye to Taiwan， 就是说他的后来后来当然蔡英文跟他联系，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在60之后大家都不去中国，你台湾的台商制造业去了中国，帮中国崛起，创造一个经济的怪物。那么所以1000多个这个什么飞弹对到你那么因为他已经变成了怪物，已经失控了，美国想保护你已经无能为力，你只是在这边只是你自作孽，你帮中国崛起，但是这个是台商有意去帮他崛起，不是吗？
是错误的政策造成台商不得不移到中国去的一个结果啊。谁该负责？当然1992年订定这个万国政策的人应该负责。谁订定这个？当时的经济部长就是萧王禅，经建会主委是郭万国，劳委会主委赵少康，他们三个当然应该负责。但是只有他们三个应负责吗？已经20多年了，从来不检讨，从来不改变，所有做过政府官员的这些阁员的人通通都应该反讨起救。对，因为你都有发言权嘛，最近 选总统啊，大家都出来了啊，朱静怡找写书，你什么愿意的写书啊，跟这个杨静安去，大家都好像旧经济做元老，但是你们通曾经有这个舞台，你们为什么不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个政策是使得我们台湾经济萎缩的原因呢？包括现在的蔡英文也是一样。政府，那我们许文章说产业外移等于慢性自杀，政府没有看到，当然看到，看到他当然他的理由是说，我们产业要升级，要结构要转型，产品要创新啊，要讲究品牌营销，这样子即使产业出走，创造的空间让我们把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引进来。可是20年没有引进来的，表示什么？表示没有人力产业升级了。所以讲了半天产业升级，另外产业升级，我们刚刚讲的台湾经济不好的原因是产业不在台湾生产，外移到中国去，这个是关键，不是升级不升级。比如说像华硕这个厂牌，华硕是个很有名的厂牌，对不对？也是国际有名的厂牌，它绝对符合于产业升级吧？那它全世界最好的，它绝对是创新的产品，它也有品牌。可是对台湾帮助不大，因为在中国生产，所以产业升级不能解决在不在中国生产，在不在台湾生产这个问题。我们说在台湾生产才是关键，所以产业升级救不了我们现在的台湾经济，而产业升级其实不是政治因素啊，一个推诿的机制。像马英九说，产业必须走更高的附加价值，创造不可取代性，这不废话吗？我们说企业家哪一天不想多赚点钱，哪一天不想把产品做好一点啊，把产品做便宜一点，利润弄高一点，创造不可取代性，那更是一个荒谬。我基本认为，那就像金惠一样的啊，你连饭都没得吃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吃肉呢？你连一般的产业你都没法生存，你怎么不去？怎么能够做创造不可取代性呢？你怎么做这个不可取代性呢？你连台积电都不敢说他做东西不可取代性啊，因为三星在后面抢了他很多的客户啊，就是因为他的价钱比较高啊。蔡英文英文说，产业发展应该从成本取向，就是为转向创造啊这个价值创新的新思维。废话，我们都晓得怎么做，当你做不到，那就是废话。所以我讲的主张很简单，就是产业的目前的所谓的外劳政策的啊，金融化，台湾的外劳政策让外劳的薪资自由化，人家要多少我给多少，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他多呢？数量市场化，工厂需要多少给多少。那好，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台湾的目前的经济的任督二脉，你把这一轮打通，台湾经济就复活了。那我们看，那现在讲的第三个问题了，刚刚首先分析了啊，我们的病症、病因找到，那么现在要拯救台湾经济就很简单，就送到外贸政策。
我们的 GDP 的计算方式是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进口，当然还有另外的算法，政府的算法可能是把每家公司的附加价值统统加上去，那个是一个复杂的总算。但是今年来讲，消费因为你到了这个目前情况，这个人民的这个经济不好，收入不高，这个消费就是不可能增加。目前的投资，国有企业的投资通通在减少，因为对未来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所以通通在减少。政府的支出，我刚刚讲的这些支出都现在已经透支了，所以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建设的支出啊。出口减进口，出口目前我们今年开始已经在我们说大概是负的6%。所以整个今年的经济增长是非常是负的，是很惨的。因为出口怎么可能增加？早期的时候是下游的产业出口，所以我们还有中游。现在是中游出口，现在是上游的。我们讲成衣的，刚刚讲过，成衣的一个人造纤维叫 PTA， 这个化学产品是做 polyester 的原料。以前2012年的时候，台�湾生产440万吨，440万吨就是因为产移外移，所以我们有220万吨销到中国去。那中国不是傻瓜，陈耀浩就是做 PTA 起家的，他就把厂扩展了300万吨，所以现在怎么销得过去？销不过去啊！我们现在的面板是因为中国还缺货。面板也倒是第二个产品也会销过去，因为中国的面厂已经起来了，而中国台面上跟讲的话，我们两岸或者说两岸双赢，不至于它是要吃掉台湾。为什么？因为面板产业的就可以看出来，他去找三星合作，他不找奇美，不找友达，他找三星。为什么？他就要打款给他。所以下一个，所以我们的出口怎么可能成长？去年就开始萎缩，今年怎么调整？所以都变成，所以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外销制造业，我算了一下，就像红海三兆对吧？或者是还有人保这些电子业、宝成成衣业，对不对？500多亿美金，这些你通通加起来，差不多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这个 GDP， 所谓 GDP 就是国内生产然后总和，我们现在总和差不多是16兆，也就是我们有国外制造业，销到欧美也有这么多。如果他能回来的话，那我现在一个 GDP 就制造业加上一个 GDP， 另外一个数字是，在美国的数字，制造业是带动服务业的。我们刚刚讲的制造业出走，这里金融业就垮掉了，对不对？所以是带动，所以带动服务业是1块钱的制造业产出可以带动1.4块的服务业产出，所以我们的服务业也会增加1.4个 GDP， 就会变成3.4个 GDP。我这个是非常粗糙的一个推论，当然我们也包括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厂商，有一部分是台湾还供应一部分的原材料，我们要把这个算进去。如果这样子，我们现在的这个GDP 就是2万多，我们说不到21000，所以就2万。如果3.4倍，我们的 GDP 是6.8万。换句话说，如果当初不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我们现在的国民所得是超过6万，合不合理？合理的，新加坡5万多呀，我们6万是不合理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今天有办法把这些产业弄回来的话，我们的成长空间有这么大，我们是纠正了一个错误，让本来应该在台湾的产业重新回到台湾，到了台湾统一回到台湾。所以这就是我一再提出来的关键因素。有人说，哎，如果这样的话，涌动这么多外劳会不会影响到刚刚讲的这个，这些产业会不会回来？一个是会不会回来，一定会回来。国产一定会回来，也许他会把整厂搬过来，
但是它的新的生产线不会修在台湾，它一定会先把生产线设在台湾，慢慢再回来，不会整体回来。所以开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说白话然后对这个就业市场会有什么多大的影响？如果今天回来是20%的话，那么在国外的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一个 GDP 的外销型的制造业，大概用1000万的人，如果回来可以创造200万的就业机会。如果75%用外劳的话，用150万的外劳的话，那就会创造50万的就业机会。这个是中高阶层的就业机会，所以正好就是大学生、高中的这些就业机会啊。那么这个还没有算他回来之后带动的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所以只要你这一松绑，台商一回来就马上把这个台湾的员工的现在的供过于求的情况变成供不应求。供过于求的时候，就是你给你要，你要不要，你不要，别人要，变成供不应求，大家抢的时候，这个薪水就会涨起来，因为他一定要符合一个高等的市场就会涨起来，这就会带动整个经济起来。我这边再讲一下，就是外销型制造业回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外销型这个我们的产业外移会制造的影响的反面，对不对？产业出走了，当然是这个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增高啊。但是如果说回来，失业率会减少，再回到我们的2%的水准。薪资低的情况，我认为了现在22K 会变成44K， 大概4年的时间就应该，因为回来的时候也不会是说开始到大家犹豫，当发现有利的时候也不会一窝蜂的都会回来的。少子化的情况是因为养不起，那现在当然这都不是问题了，贫富悬殊，当你基层的薪资增加一倍，那你这个悬殊就掉了一倍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然我们过去犯的错误也要纠正过来，就像什么遗产税了变成10%了，我认为应该恢复到50%，我们想税、赠与税都应该恢复50%啊。这个原先是说他们好像没有办法抽到，那个是你的技术问题了，现在电脑时代你怎么会抽不到呢？那贫富悬殊这个会缩小啊，人才外移没有人愿意，老实说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打工，这个没有，所以人才外移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了。国民所得当然你现在我估计15%的成长应该是会可以达到一段的时间啊。那投资环境因为千丈，这是以前我们曾经投资放在2011年，在 WTO 是全球 FDI 就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倒数第二名，比北韩还差，就没人来投资，这个当然会改变。我们就是说下游可以带动中上游，由外资都是来投中上游，政府的破产问题，那现在因为你这些这个凸显起来，现在好像这些公教人员的这些退休金都不合道理，但是如果你其他薪水都涨起来，这个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这些都可以。那利用外劳建设他国家最成功的就是新加坡。我们看一下新加坡的人口，这个是1930年，黑色是2013年的统计数字，它的公民有329万，移民，这个移民就是老实说就是他希望的高水准的这些人，就是有专业知识、有钱的投资者或者工程师这样的，但是他的外劳也非常之多。329万的人，如果55%的是劳动人口的话，差不多是180万人。如果你把这两个这个也带家属，你把它加起来，差不多也180万人。意思是什么？他的 GDP 创造者是他新加坡人的180，新加坡人加上了
外国人呢，同等的外国人创造他 GDP， 而这个 GDP 除什么？除是除新加坡人，所以他 GDP 五万亿。新加坡的工业水准或者是科技水准比日本高还是低？应该不会比日本高。比美国高吗？更不会比美国高。但是它的国民水准是高于美国的，美国不到五万人，日本更是差，更是比较更有那个，更是比较低。但是他一个人当两个人，他这不，他是利用了外劳、外国人才帮他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举一个例子，说深圳讲十三年，他的 GDP 就赶上台湾。深圳跟台湾不同之点在哪里？深圳欢迎外人来投资，对吧？甚至给他以优惠，免他三年的综合所得税或者减半，希望他。他什么都没有，他有的就是土地。他来的时候需要工人，深圳没有说你一定要用我深圳的人，别的地方不可以，他没有。他也没有说你只能用广东人啊，所以真正到深圳打工的都是四川人、湖南人、江西人。而我们台湾不是哦，你不能够用外劳，因为会影响很大的就业机会，结果产业就外移。所以这是观念的问题。如果你观念转过来的话，你深圳怎么起来那么快？他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世界观，也没有，他都就是邓小平说招商引资，他连钱都没有，招商引资这一个口号而已，他就可以把深圳搞得这么繁荣。而我们却把这些制造业可以用外劳取代啊，你去，你到越南去，你不如把越南的劳工，我们却不采取这样，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对外劳有一个不正确认识，这是我的想法啊。那我们当然外劳数量非常少啊，现在从43万增加到53万，奇怪的是啊，你看这个失业率是反而降，失业率反而降了，所以不是外劳取代了，是外劳来了之后增加你的就业机会。因为有一部分工作等到不去做，因为他能够替你做，所以你这个产业才能生存。所以外劳并没有取代本劳，是帮本劳增加就业机会。他们的大学薪资毕业的话是3万起跳，他们的大学教授是我们台湾的大概是3倍到4倍大学教授的薪资。如果这个政府能想通这个道理的话，我认为四年就可以有足够的厂商回来之后，那我想薪水都可以搭过去。大学教授的薪水现在7万到10万，不是而已，更不要谈论很多我找不到工作的那个大学有 PhD。 香港的外劳十大薪资在上面，我们的外劳十大薪资也差不多了，我想这个事情也差不多，但是因为我们跟本劳绑在一起，所以我们一定要，所以就变成有些人就把国内的这个中介费就搞了。台湾国内中介费两年大概4万4，是新加坡大概是10倍，不是10倍，大概5倍不是。但是这样还没有办法消化这个中间的差，所以设计了一个国外中介费，就是国外你要付一笔中介。那为什么这些外劳愿意接受呢？因为他算过了，我即使费你中介费，费你这个最后数量，我还是满意的，我还是可以。但是政府为了把这个东西，所以变成非常严格，你这个外劳啊、你要交国外中介费，还要向什么中心银行什么借钱，不能够自你有钱也都不行，因为他还要赚你的利息。那么这个外劳来台湾当然会被剥削，因为他动弹。他如果被遣返回去之后，他就终身被债，因为他负债。那荒谬，我们荒谬的地方就是说，新加坡不，这个印尼也好啊、这个菲律宾也好，来台湾，我们的
这些的来台湾的这些外劳要付外国的，就是当地的国外中介费用。可是他们到印尼去，印尼的到马来西亚去，或者是菲律宾的到新加坡去，他们不要付外劳中介费，这是国家支持，因为这个钱是谁要管？当然是我们政府，当然是有权利决定谁来用的这些分润。这个就跟我们以前说拉法叶建啊，人家我们买的价钱是新加坡的一倍是还是什么样？就是我们内部的人要的回扣啊，结果法国说那你麻烦了，你留我一份，说法国也有。而中国说你不给我一份，我就不让你通过，他也拿一份。所以我们台湾就是开支，外国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情况。在这个新加坡，12岁的小孩，65岁老人就有权利聘印尼外劳。我们一定要80年，即使你啊已经没法自理，你也拿不到80年。所以很多人就走后门。就付3万块就可以拿到80年，所以一个错误的政策，一个违反市场的机制的政策，是产生这么多的后遗症。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政府能够改变这个政策。如果改变这个政策，因为我们台商在中国，我是说吃亏被坑这种案子太多了，包括国家利益，包括这些都是不义务。不是一肚子怨气，如果有机会，他们都非常愿意回来。如果他回来，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台湾的经济不是那么悲观，但是要改变观念。但是目前国民党也好，国民党都不敢碰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他怕得罪劳工组织，因为劳工组织一直反对外劳的劳动，他还怕影响选票。所以我虽然到小英基金会也讲，我虽然跟吴敦义谈过，我是跟很多人谈过，都没有任何原因，因为大家都不为了选票。我们现在的民主变成讨好的民主，不是在讨好选票，并不是要来解决台湾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我讲到这里我们先顾小姐先请问。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顾逸麟顾老师，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哈。那刚刚高理事长用了一个小时啊，所以你尽量讲啊，尽量攻击他啊，因为有些东西其实我本来也有准备一套 PowerPoint， 但是我没有打算要用，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就真的是两个不一样的议题啊。我在听高理事长讲之前，我就知道说，其实基本上我跟他是完全立场。南辕北辙，可能是一左一右的意识形态之争，可是这样的争辩，我认为对大家的帮助不大。所以大概在今天开始之前，我就说今天以高理事长为优先，那我自己的很多对于现在经济发展的政策的意见，其实也都写在《天下》杂志的独立评论里头，就是说同样是对台商回流，我跟高理事长恰恰好有完全相反的路径，就是怎么样来看待同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分析的对症，我们对事物现象的分析的方式不一样，这当然会导致我们提出来的解方也会不同。那我觉得今天也不是来辩论的，我倒是觉得真的是难得有机会听听台商，特别他是在中国大陆跌了跟斗的台商，那提出他对经济政策的一些想法。那我大概就8个15分钟啊，就是说比较是针对我刚刚听到的几个诠释以及后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想刚刚大家都听了，也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今天后半部我比较希望是就是台下多一些讨论。那我先从一个部分来讲，先从我本来准备的 PowerPoint， 其实我的题目会是经济财团化而青年贫困化。那这大概从这个题目就知道说我怎么样解释台湾经济发展到这样子的不同的看法。
那包括我们的经济成长是以 GDP 导向作为经济成长的一个指标吗？还是我们其实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恐怕全世界的人都在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它终究会导致战争。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从包括德国纳粹的兴起，其实跟那时候的经济萧条的后果有关系。那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实大家都有志一同，恐怕经济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维持充分就业跟有一定的社会保障，这样子整个社会才不会崩塌，不会真正进入一个弱肉强食。但即便是弱肉强食，我们也知道，就算是丛林法则，再凶猛的狮子，你恐怕一次也顶多吃两只羊，你不会堆积一百只羊，因为它会烂掉，无法堆积。但是在人类世界里头，由于我们有货币的关系，我们知道有人富可敌国，几千亿的财富不断的积累，这种积累是大自然从来没有过的，只有发生在人类身上。而这个积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刚才布里市长最后给我们一个乐观的想象，就是说，你只要送往外劳到75%，他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的停滞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说，由于产业外移了。产业外移是1990年，事实上是1980年代末就开始不断的外移了。我们的南向政策，我们的西向政策，其实都不断的在推波助澜。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台一升值。就是说，也就是随着台湾的经济，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四小龙年代，可能从1970年到1990年，差不多就是一个高峰期，再来就是一路往下掉。而这个台湾的所谓的经济奇迹，当然它有一个，刚刚高理事长当然是做了一说，是我们那些勇猛的中小企业绕着地球跑，这当然是其中一部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我们有很多人是来自农村的。台湾整个压低政策性的压低的农价，导致整个农村的破产。那农村的破产没有办法养人，人从全部从农村涌出来，涌到加工出口区。台湾第一个加工出口区，1966年在高雄的前镇。那我们也知道，维持低工资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低粮价。低粮价到现在，台湾的粮食自由率不到35%。我们如果今天真的勇敢的台湾人打仗起来了，其实我们立刻吃不饱。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你所看到的水果几乎都来自国外，不是吗？2002年加入 WTO 一直到现在，我们事实上这里几乎是整个撤撤退，那各式各样的加入关税，其实不只是在农业上面，我们在各方面我们都尝到了苦果。所以这经济奇迹它带来的另外一个负面的后果，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整个西海岸的河川都被工业污染了，包括我们的土地，包括我们的农田上面现在通通都是豪宅。而投资的金融，就是说我们在金融业在2000年之后也大举的让外资可以进来。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吸引外资的时候，你要想想看，你会用什么？你的政策会吸引什么样的外资进来？当台湾我们的银行利率一路往下掉，当台湾我们的制造产业其实通通都移掉了，那什么样的资本，包括大家不要忘记，当初50%的遗产税降到10%，高理事长说，哎，你觉得这不太好？当时就希望吸引大家的钱回来，但是当钱回来的时候，它会往哪里集中？炒房、炒土地，所以造成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可能了，买不起房子，想都不用想。那而且这两年我们还在讨论什么？我们在讨论的是退休金，事实上要紧缩嘛，要破产，不管是连军工教都要破产嘛。所以我们面对的恐怕刚刚还在担心小孩子养不起，我很担心的是这些小孩子以后怎么养老人。事实上，因为他们的老人是，就说我们看到的是不止年轻人的低薪化，还有就是他们的父母未来这些父母他们其实退休也没有着落，这是台湾的集体现象，那所以我特别要谈的是，反而是我的学生，我现在在清大跟北医大都有兼课，我就是那种可怜的兼课，然后拿到几千块的薪水的那种老师啊。那你看都是国立大学啊，那我的学生跟我说，他说他们大家都说我们这一代是草莓族，就我们来看，台湾的资本
本家台商恐怕才是草莓族吧。我知道在座有台商，可是容许我这样说，台商很努力的打拼，台湾的经济一路往前，大部分都是黑手变头家，不是那种男毛脑满肠肥在那边吸血鬼，不是嘛？台湾的老板是非常打拼，可是我要讲的是说，在当我的学生在说草民资本家，他在说什么？他说，如果1970年代台湾开始经济起飞的时候，仰赖的是低工资，仰赖的是土地没有环保标准，很好污染，不用就说大家可以降低你的劳动成本，降低你的生产成本，因为反正你到处倾倒你的废水，倾倒你的废料没有关系。如果在1970年代我们是靠着这样子经济起飞起来，为什么到现在已经是2015年了，已经是40年后了，我们现在所提出来在2013年的台商回流方案里头，一开开同样的方式，我们吸引台商回来是什么？第一个，土地容易取得，政府帮你圈农地，帮你赶快把它转成工业用地。好，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放宽外劳。什么叫放宽外劳？目前我们一般工厂是20%到30%的外劳上限。然后我们在台商回流方案里头，包括还没有实施，但是已经放在立法院，现在已经在立法院的自由经济示范区里头，一模一样，就是把这个外劳的比率调高到40%，甚至45%，超额，比一般的工厂还要多。但是高理事长显然还不够满意，他觉得要提高到45%。外劳是什么意思？外劳就是廉价工，因为叫台湾的工人去拿20元，根本活不下去。所以只有外劳是可以压低到一般的生活水平底下，所以还要仰赖40年前我们提供的低工资，然后以及低环保。那现在回流，我们在2013年回流，刚刚说，其实做的成效也不太好，还有什么？我还没有讲完呢，还有免税、免关税。刚刚高理事长都没有讲，我们吸引台商回流多优渥，你知道他们回来投资100万，可以有80%的低利率贷款，80%的融资贷款，就是说我要投资100万，我只要出20万就好了，另外80万由国家担保。让银行可以低利融资的让我来贷款，然后呢，我不但我低利贷款进来之后，我所有的设备等等都是免关税哦。然后进来的外劳，刚理事长就有一点点错误了，他就说，只能够用超额禁用的外劳5年，对不起，不是超额禁用5年，大家都知道，使用外劳还要付就业安定基金、就业安定费，对不对？每一个外劳可能要付2000块，那。然后他指的是说，你超额禁用的这个部分，你所要多加的就业安定基金费，我们国家让你有5年免掉，意思是5年之后你要跟其他的工厂一样，你还是要多缴就业安定基金费。可是我们国家在前面5年完全帮你，这个地方你可以免除，就是他们为那一批回来的台商。他其实是拿着比当初20年前跟留台湾的这些小企业主还要好、还要优渥的。一般的小企业主，我可能只有25%的外劳、廉价劳工，说穿了，那他可以拿到40%，他前面还免税，然后他还有低利融资，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对，还有免，就对，就主要是他的免关税。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当时在70年代引进外国人投资条例，或者是我们促进产业升级条例里头，都有各种减税方案。所以当我们在谈 GDP 的时候，我觉得还要看一件事，台湾的 GDP 刚刚前面高理事长有讲说，我们好像成长在之前就是经济期间的时候飞快的成长。过去这16年来有没有成长？是有的，是有的，它不是下降，它从来都是往上升，只有在200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稍微掉了一下，一路还是平繁，非常缓慢，2%多，3%多，它是一路上升。所以过去这10年来，我们的老板们的获利是从2.5兆变成5兆，一倍 ，double。这其实刚才高理事长有提到，只不过我们看到那个图的时候，大概就会说，哇，是一路往下掉，没有 ，GDP 其实是往上升。可是还有一个数字没有跟大家讲 ，GDP 里头所内含的薪资比例。
薪水占 GDP 的比例是一度往下尖锐的往下掉，这是什么意思？ GDP 往上升了，可是我们薪工人的薪水是往下掉，两个加成一看，然后再放上物价指数来看的话，所以大家都知道过去其实我们的薪资是倒退至少可以算5%， GDP 有往上升，然后我们的老板们的获利增加了1倍，但是我们的工人的薪水是往下降了5%，但是我们的物价指数一路也都在往上升。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看 GDP 要看它的内部分配，不是数字 GDP 往上升就叫做好。如果一路往上升，只是造就了越来越多的超级大富豪，富可敌国，随时都可以飞到国外，随时都可以到那种什么马达加斯加岛奇怪的岛，然后去免税的话，这样的 GDP 成长一点都不会回到台湾来。更何况，第二个要看的是什么？我刚刚讲是 GDP 的分配，内部的分配其实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我真不知道变成75%的外劳之后，这件事情可以被改变，至少我没有看到。第二件事情看 GDP 是看什么？第二件事情是要看台湾的租税负担率，我们是全世界倒数前三租税负担率。1990年我们的租税负担率还有20%，现在是12%，非常非常低。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有钱人，我们的老板赚了钱之后，他缴回国库的比例是全世界倒数的。甚至于我们很多有钱人，如果大家有看去年的《天下》杂志，有一系列的报道，就我们很多的大厂，他甚至于还可以退税。我们的租税的比例，租税的计算方式，事实上是我们算是我们哪有仇富？台湾一点都不仇富，我们对待有钱人太好了，好的有一点过头了。哦，那然后去年马英九提出来涓滴理论，涓滴理论是什么？你让有钱人赚多了，然后他就会像那个水就会溢出来，大家就雨露均沾。哦，那或者是我们的财政部长去年也提出来肥鹅理论，肥鹅理论是什么？说你把有钱人养得肥肥的，他随便抖一抖，然后毛就掉了一地，大家就雨露均沾。这肥鹅理论跟涓滴理论发生在我们的现实里，是年轻人一点都无所感。我们现在年轻人通通都大学毕业了，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创造足以跟他们的高学历匹配的工作位置。当我们在谈产业升级的时候，不是只是在说你怎么不升级，你怎么不高附加率，而是在想说，如果经济发展是不是以人为主，充分就业是重点。第二个，我们有高学历的人才，那么我们应该要相匹配的什么样的工作，把它当作国家大事，而不是只看 GDP。 如果 GDP 赢回来，在2013年回来的那一波台商里头，有指标性的可成企业在中国大陆也算赚钱啊。那可成企业在中国大陆曾经有官司是什么？环保污染，最后居民抗议。这样的企业，我们用了低税率，然后用了高外劳，把它赢回来之后，然后可成那时候就在报纸上哇哇叫啊，就说我40000块哦，40K 一个月哦，找不到人。结果后来被踢爆是什么？他根本不到20K。40K 是怎么算出来的？没有，就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然后以及他的家人加班，通通倒进去，是这样子逼到40K。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他们要在这样的状况下工作？而我们就说，哇，这些年轻人是草莓族。那我的学生是非常生气，说我们哪里是草莓族？我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还要提供这样的条件给这些永远是草莓族？40年前的同样的获利模式给现在的台商回流，这样的资本是我们要的资本吗？啊，我前面在说资本，我们吸引什么样的资本？没有高附加率，哈，没有高附加值。我们看到的石化业要回来，电子业要回来，这个都是劳力密集产业，低技术性的，高污染的。这是我们要的经济发展啊！恐怕台湾我们到现在都得共同来面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什么样的生活，我
我们要什么样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最后才来评刚刚在说的外劳政策，因为赖市长提出的一个解方就是产业外移，你要把它拉回来，就是要提高外劳松绑外劳政策。松绑外劳政策哪怎么松绑呢？第一个让他的薪资可以市场化，就是说9000块也请得到外劳，就让他9000块打标，硬要跟基本工资脱钩。那以及数量的自由化，对吧？就是说过去我们还谨守的说外劳不能够太多，那再来就让他配到75%也没有关系。对于这两点，我觉得可以往下讨论。我不是觉得不行，可是他可能我们要更彻底一点的来看啊，就是说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行政院曾经要提一个方案啊，但是后来没有实施，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工厂关门了。那然后那个时候就雷曼兄弟那件事情，大家还有一点印象哈，因为1997年第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台湾受到波及不大。台湾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全面的，国营企业民营化，我们的对外资的控制还高一点点。可是2000年之后，整个特别是2002年加入 WTO 之后，我们门户大开，所以门户大开的结果就是国际上的一点金融波动，我们都无法幸免于难。2007年雷曼兄弟的那次金融危机，台湾就哀鸿遍野，无薪假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是吧？好，所以当时的行政院提出了一个要裁撤10000个外劳来救10000个本劳，意思就是本劳都失业了，我就裁撤外劳了。所以这是不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呢？这两个逻辑刚好是互斥。当我们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来裁外劳，这样子就可以创造本劳就业机会。可是我们刚刚听到高理事长提出来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我增加越来越多的外劳，其实我会创造更多的本劳就业机会。他有一个假设，就是说因为这么便宜的外劳，就是表示好的投资环境，好的投资环境其实就是我就是说穿了就是很便宜、很好剥削的环境嘛，啊。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企业就回来，一个企业回来，它就带动周边的那个生产链，可能有3个企业就回来了。所以我虽然请了75%的外劳，可是还是会调到一些给本劳，可能有50万的本劳就可以因此而就业，而这50万的本劳薪水也会很不错。听起来是实在是太理想，怎么操作我是真的很怀疑，因为我们从2013年的台商回流的方案里头，当时也说会创造8.2万的本劳就业机会，事实上一个都没有，完全都没有。我们目前为止是失业率最高的族群，落在20岁到24岁之间，他们的失业率高达13%。我的学生清大、北艺大跟我说，我毕业之后我想先去澳洲打工。1年吧，因为不知道在台湾有什么出路。然后他们去澳洲做什么？去做农场，对不对？累个半死。然后农委会在前年提了一个政策，台湾的年轻人喜欢去体验农村生活，所以农委会就弄了一个体验农村生活的，就叫台湾的年轻人留在台湾的农村打工，1天1000块，当然没有任何人要去。他们去澳洲打工是因为薪资相对高，当然是这个样子，而不是为了体验农村生活。那我们现在就觉得哇，农产太累了。那我们是不是，我今天高理事长是没有提出来，但是这几个月也都在讨论，是不是我们也要引进农业外劳呢？就我来看，这当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就是说，台湾已经这几年由于都市的发展不够好。反而相较于20年前，我毕业的时候，我没有一个同学会回农村去，农村死路一条。我在都市有太多的机会。现在呢，反而开始有一些年轻人回到农村，因为在都市也是死路一条。那倒不如我回农村，开始做有机农作，开始做友善环境，开始做一些小的不一样的合作社，开始弄出一些居然也就活下来的方式。这在20年前，当都市机会还很多的时候，我们想都不敢想。可是这些人开始，农村是什么意思？他其实对环境友善，他带来的不只是工作机会，
它事实上还改变了这个环境，改变了我们的饮食，特别是我们面对食人问题这么严重，特别是我们面对未来的老人照顾怎么办？老人通通要关到那种疗养院吗？还是老人通通在家里的话，然后让外劳永远不调薪？我们永远依赖15840的外劳，17年15840到现在家庭外劳还是？我们要这样吗？还是其实农村的不一样的生活，它其实可以支撑很多老人在那边是可以存活。我们有各式各样对发展的不同于主流的想象，这恐怕是我站在劳工的立场。当然，当我们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蓝图的时候，我们的解方会不一样。那我觉得今天没有要辩论，但是会希望说多加不同的思考方向。我们来想想，这个经济是我们要的，我们要发展。只是这个发展是不是政府提供给我们的这一套？我跟高理事长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对国民党政府提出来的这些政策都很不满意。但是我们在之前也讨论过了，民进党有不一样的经济发展政策没有？到目前为止是完全没有。只不过高理事长是希望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可以再更自由一点，而我对于这样的一个自由，它图利的资本。但是它反而是不利于大众，不利于或者不利于土地，不利于我们这些劳工。我对这件事情战战兢兢。那但是最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发展这件事？我们都希望有好的未来，特别是年轻人。我们希望年轻人都有房子住。刚才举新加坡，不要忘了新加坡是公共事，新加坡是一个独裁国家哎。那我好 ，OK， 可以再谈，没关系。那你们在国外比较久，对，一定会有一些比我更好的方向啊。就是说，我们多讨论。但是我终究要讲说，但是有一点，新加坡其实他们的外劳，你说的9000块也不是事实的，他们已经定了最低工资，没有办法，全世界都在要求国民待遇原则，全世界都对于种族歧视这么紧张的时刻，我们要不要来踏？这个部分就是说，哇，不要有国民待遇原则，让他随随便便。但是我也不反对，如果要谈自由化，你彻底谈自由化。外籍劳工来台湾目前有57万，如果他要彻底自由化，回归市场，回归市场是什么意思？好吗？那你就彻底自由化，让他可以自由转换雇主。如果他可以自由转换雇主，大家不要忘，台湾4-5万的黑工，就是所谓的非法外劳、逃跑的那些外劳，一般的老外不需要逃跑，本劳不需要逃跑，因为我们辞职就好了嘛，逃什么逃，对不对？外劳会变成黑工，正是因为他不能换老板。那如果彻底自由化，让他可以换老板，全世界的移民研究都在说一件事：移民刚到的时候，他的薪水一定是比较差的，因为他要做最边缘的工作。但是移民待久了，他的薪水越来越趋近于本劳，这是一个趋势。只有台湾做不到的原因，正是因为政策性的干扰、政策性的介入。政策性的怎么样介入？第一个不能换老板，所以他不能够跳槽，不能够移动到比较好的，不能够使用这个自由市场，让他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劳动条件。以及我们每3年就要把人家丢回去一次，再付一次中介费，再来。台湾的外劳的种种壁垒，我认为是大有问题。所以要谈市场化、自由化，我也不反对彻底市场化跟自由化，而不是我们又要把人家不能够换老板，又要人家3年回去再付一次中介费，种种这些我拿好处的都不说，然后却在人家薪水上要人家自由化，我想这不太公道啊。就说如果他真的彻底自由化的话，外劳，例如说家庭类劳工、家庭类看护工的薪水还会是15840。淘宝外劳都是2万，它是一个自由市场，它可以赚到的。所以我们回头来看，我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都好紧张。这样子难道我要让家庭内外劳也这么高吗？因为我们很多家庭请外劳来帮看护阿公阿妈，是因为妈妈出去工作一个月才赚25000嘛。那如果外劳薪水提高了，我们这个劳工的受薪阶级的家庭怎么办呢？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生老病死终究要共同集体社会来承担。我们让有钱人赚这么多，我们终究要讨论一件事情，
GDP 往上升了，怎么分配？重分配的问题，生老病死，充分就业，然后生老病死不会是个别的人来承担，这恐怕才是我们希望的好的发展跟好的未来。好，我们就先到这边。那我跟教授，我知道你一点，我同意不同意？对。你要先回答，好，这样才公平。要先回答之前呢，5分钟以内。可以哦，那接下来因为下面有很多厉害的人哦，对对对，我觉得比较想。我刚刚那个图 GDP 是 GDP 成长率，是 GDP， 所以成长率就下滑，这个是代表就是经济不好啊。我刚刚讲的是，不是说台商回来他也特别优惠，其实我讲的是一体适用，全在留在台湾的跟回来。一体需要并不是这样，我们其实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解决失业跟低薪的问题，也许达到方法不太一样，但是薪资不透高已经20多年，199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事实上证明就是说新的产业很难产生，产业升级是很难产生的，而薪资是持续下来的，因为薪资是供需决定薪资，失业人多你当然薪资起不来，因为做老板的你要他良心发现给你，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因为企业本身就是竞争，所以他以低薪聘到的人，这是市场上来做决定。另外刚刚讲到好像用低的薪水去就有一点剥削，像我们说拿10000的薪水或者9000的薪水就有点剥削，事实上不是这样。如果他肯以9000块钱的薪水接受这个工作的话，他在他的家乡大概只能拿1/3，因为对他来讲是很高的薪水，所以我们不能拿我们的态度去看过他被剥削，不是，他已经超过他原先在他家乡的，不然他出来，对不对？所以市场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薪水到了他的水准，他会出来大家都不出来，那个市场其实就会增加。当然，我讲的这个刚刚讲的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其实共产制度当然已经证明。保守党时代30年搞得一穷二白，大家都一样他是用一个非常武力的手段来解决贫富。事实上，人就是自私，没有这个自私的一个动力的话，为自己来工作的一个动力的话，这个不可能这个改变这个。所以我觉得，过去坚持的这个不能脱钩的这种事情，已经有20多年。那么，在这个利用外劳，成就高的 GDP， 我说一定要高 GDP， 高 GDP 当然就是有富人赚的钱比较多嘛，但是他赚的钱多，你就想办法要抽他的税，这个是我们台湾，我们的台湾制度不够好，所以才会说把那个遗产税、赠与税减低的原因。是完全错误嘛？是认为减低了钱就回来了，这个完全错误。还有把营业所得税从20%减到17%，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产业来不来投资，最主要的原因是能不能赚钱。第一，如果能赚钱，他会来投资。那么，如果在你这边能赚钱，来另外一边赚钱，那谁收的税少，他才会做选择。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来台湾是没有办法赚钱，制造业的地方是没有办法赚钱，第一个它工人就很少，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当然已经这么多年，已经坚持了这么久，那么我认为是结果论，如果这个结果是不好的，那也许要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修改这个制度。我讲的制度是全面性的，不是针对回来的台商，回来的台商并没有特权。开放问题，然后每一个人他的
先讲要问谁哈？高先生你好，赶快直接，我现在讲每一个问题都是不是你的投影片跟顾小姐的论述不一样，没有这个方式来讨论你的 talk。首先是说你的整个投影片里面只讨论传统的制造业，你的经济规模的思维就只有传统的制造业，甚至在你今天讨论的例子韩国里面，你也没有提到说韩国现在有所谓的娱乐跟演艺产业。现在这个他们韩国光是这个产业就对他们韩国本身的经济有多少影响？那你拿韩国的 GDP 在讨论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例子举出来呢？你对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是必谈的。再来，你一直很注重说，如果外移就必然导致萧条，是在你推论里面。可是你自己都说你需要外资来台湾投资，那德国、法国或美国来台湾投资的时候，对美国、德国、法国不就是外移吗？那他们的外移为什么没有萧条呢？所以什么叫做外移等于萧条？这个推论也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再来，顾小姐没问我来问。首先是，如果你真的只是缺工，你真的只是缺工，所以不够工人来工作，所以没办法产业扩大来赚钱的话，那外籍劳工维持跟本地相同的薪资一模一样有什么关系？你只是缺工啊，你不是缺你的，如果你的获利不是来自于薪资的价差，那你为什么那么坚持说一定要说这个不可以脱钩不可以脱钩呢？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所有的劳工团体都会问你这个问题，但是你并没有回答。好，这三个问题就先三个问题好不好？好，但这个我怕好，没关系，我会帮你记得。我是怕呢，到时候高理事长那个心脏哦，那个不会啦，身经百战了。身经百战了，那样不是是那个。气势的问题不是理由的问题。没有，我讲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在讨论台湾的经济问题如何对症下药的时候，我们都不可以去避开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国民党，会不会更好？就是说，有一本书叫做《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面讲到说，一个国家的经济会成功在于制度，也就是说，如果是个失败制度的话，它就是个榨取型的经济嘛；如果是个成功制度的话，它是个广纳型经济。这是那本书里面所讲到两个重要的观念。那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是我来谈今天的问题的话，不管是顾小姐或高中生也好，我恐怕必须谈一件事，就是如果没有国民党，会更好。那比如说像立法院，好，我在立法院工作，我就会觉得说，立法院这种编制啊，根本就是行政院立法局，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跟足够的人手去监督整个行政部门的败坏，而行政部门败坏，基本上是六十几年的成恶啊。在国民党整个之后，长期的这样的这种状况的展示之下，基本上，如果是我来看这个问题，我恐怕先问的主要就是，国民党跟民党比起来，哪一个是最值得舍弃的？这是我必须这样讲的，因为我必须坦白说，在台湾的现状，台湾现在政治现状是一个很糟糕逆淘汰的情况，就是你越烂，他越在你前面嘛，那谁是最烂的？就国民党，为什么？党产那么多，撒钱的时候来选举嘛，民党六亿而已啊，还是选不赢啊，我比你优秀就选不赢，因为你钱比我多嘛。基本上有能力人出不来，好的 idea 无法到国会殿堂被讨论。那国会是我们台湾制度可以前进或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机构了，可是我们国会有什么样的水准，大家都很清楚嘛。所以如果我要谈这问题的话，我还是觉得谈经济之前是否先谈政治问题，而我们的政治里出了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我们有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没有面对到，都没有面对问题，就是有国民党的存在。一个有六千亿党产的国家，它的政治怎么可能会清明？它的经济怎么会成长？大家再听听讲一句话就好。如果台湾经济在国民党的展示下都有这种成长的话，那如果没有国民党，我第几名啊？我必须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来思考。谢谢大家。对，你这个问题也是不错了，因为新加坡也有那个情况，也是有点类似。很快就解决了，他很好。我们不是，我是想说，如果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哈，要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会变成会岔出去的，所以我们先集中哦，对啊。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是哪个党的？我是绿营。绿营有很多种啊。民进党的嘛，对，所以你要先表态说你是什么党的，然后所以要有些东西要利益回避了哈。对。来，再来第三个来。哦、不然我以为是排名呢。等一下，一定要让你讲一下啊、哦。其实我简单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外劳每个国家都在发展，
谁要来你国家当不会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就业金字塔，大家都要当金字塔的最顶端，谁来当金字塔的最下层？第三个问题，就业的价值观，台湾永远就只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刚刚那个护理那个护理在讲的嘛，大家都回去当农业。那以前的观念里面，农业是什么？最低阶的。可是到现在，大家都要回去当农业。其实我觉得这才是台湾现在面临到最大的三个问题。你刚刚讲回去农业这个部分哦，可能就得前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关于造业的问题啊，好，这个只有谈到制造业是第一的问题，然后没有提到娱乐业啦，啊，还有其他的各种产业啦。我现在讲的是，好比说台湾为什么经济不好的原因啊，我没有反对产业经济，我也没有反对文创这些东西，我认为这方面创新文创。大家还是可以去努力去做，对，政府也提出很多的鼓励，但是仅凭这些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目前的低薪资高失业率这个问题。因为我刚才讲的，我们的致命伤是我们好不容易把一个产业搞起来，结果最后把它送给国外，因为我们没有保护，所以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讲的你刚刚讲的第二点就是外移等于萧条，对，外移等于萧条，好像那就外国人为什么会到台湾来投资，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个其实啊，我觉得大家对于投资是把它当作工厂或者把它当作市场，先分别这两个的不同。我念完这个大学，拿了 PhD 之后，就做了几年的 postdoc， 然后教了几年书，然后我就到一家美国公司，派我到亚洲做啊，这个就是营业员，就是管理亚洲的所有的业务。那个时候，我们要把产品从美国生产销到亚洲来。但有的时候，好比说我们有一个产品，就是纺织业，台湾很盛，可是啊，这个防皱啊、防尘，就是粘、防粘这些这种助剂，那个时候想卖到台湾，但是主要是没有办法卖到台湾，运费太贵，所以因此才到台湾找一个工厂或者来生产这个，来卖给台湾或者其他。但是一个大原则。在这样生产情况之下，出来的东西必然比美国便宜，所以不可以消费美国，这是一个大原则。是我是为了开发这个市场，所以开发市场对我公司有利，并不影响我公司的主体。但是台湾到中国去是整个厂过去，厂过去之后把台湾的这个厂收掉，所以这个是有冲突的。所以德国厂到中国去，大众厂做汽车也是效中国，并不是说销回去的。我相信他一定也不让他销回去，影响他的市场。因为所以他到这里面来投资是对他有利，他最希望是把车子直接卖掉，但没有办法，所以他在这边生产，所以他有多的利润，因为在这边生产，所以这个也不太一样。我反对以中国为台湾的工厂，我赞成。到中国去为中国的市场，就像康师傅、像万万，他们是以中国为市场，这两个是一点差的。所以他们会到时候你也反对从台商他们在那边制造，然后再回销给台湾产品。不是，我当初的成因为什么台湾会消灭掉，就是因为有出走嘛。出走之后，他把这产品，他的接单的成本就低了嘛，所以逼到这台湾的厂商要么关门，要么走过去，所以我们就全部流失掉，流失掉了，是下游的剪接做布匹纱原料通通流失掉，这道理就是一串的东西通通流失掉，这跟韩国不太一样，韩国的厂是从上到下，它本身一个大厂，它是连续的，我们不是做成衣的做成衣，做布的做布，染整的染整。抽丝的抽丝，然后做化学原料做化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个情况不一样。但它是一个厂，
这个统合的它比较能够控制，但是我们是分辨中小企业，所以因此一个走全盘走，就像毕竟电脑也走了，好了，那个其外壳的这个什么塑胶业射出成功，通通跟着走，键盘这个通通跟着出走，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是反对以中国为工厂而产品销售，这是有点不一样。第三个是缺工的问题，那它等于说你获利是来自于价差。但是对，我认为任何一个制度一定要合乎市场经济，你不合乎市场经济就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你刚刚讲一定要把工资绑在一起，绑在一起之后，因为人家只要一万你给他两万他是拿不到的，为什么？他的进来是要透过很多的人，所以这些人就会把各种的理由把你加到那么高的钱，其实这个钱是他拿走。如果你复活市场机制，你要多少多少，这就不会有这个贪污的情况，不会有这种黑箱作业，不会有这种到时候你人不能够移动，像新加坡，你如果要雇佣一个外佣，你可以他马上给你几个人面试，试完了你试试了3天不行换一个，没有这样子说，你来了之后八字不合也不行，也非要用到你，那到最后就是很痛苦啊，变成双方都很痛苦啊。但是，最痛苦的还是外佣，因为他怕丢掉生意嘛。如果万一他辞退了，那他回到去的他就背负了那些中介外劳中介费，他就发不了声了。所以你站在一个，所以我更主张就是以市场机制来决定规定，因为这市场机制它高了你就付高了，它低了付低嘛，没有道理是说一定要付额外的钱嘛，这会产生很多的弊端嘛。就像我们现在政府里面有很多立法委员，他有这个权益，所以就造成贪腐嘛，那不是常常看到，好像我在当这个细节讲的有一点，这个有伤感情，我想就不说了吧。为什么伤感情？说吧。不是，不要害怕伤感情。不是，我记得李敖不是有一次讲是说，人说他200万吗？这些钱哪里来的？这些钱是自己腰包掏出来给的吗？可能就有很多不是这一堆的钱，对不对？那这个钱实在是伤害了我们的产业，才制造这些，所以我们应该是市场来做决定，是最公平的，是在这边，不是特别强调。在早期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缺工，对吧？缺工人来就解决问题，工人来就解决问题吧。但是后来是因为有些产业到中国去，它的竞争力比台湾强，你还要他那么高的薪资跟他比，那你就比不过他呀。所以，但是在中国当然有很多的，现在在中国生产当然还有其他的缺点嘛，你一个产业如果想永续经营的话，你最好是在台湾，因为你在中国你最后的技术什么通通一般的中国中小企业到后来通通都被中国并走了。所以基本上我绝对不反对你讲的跟文创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搞出来嘛，对不对？你不能光讲嘛，你要搞出来嘛，你要做出来嘛，对吧？但是我们政府已经非常穷了。如果今天我讲的这个大问题，你纠正过来，有产业回来，你马上就是政府的这个税收就是高了嘛。那你税收高了，你就有钱去鼓励做文创做这些，你也可以做福利做这些东西嘛。那现在政府是非常穷嘛，非常穷的原因，当然你就超你这些用钞票的这些产业通通出走了。所以我只是说从总体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针对哪一个场景。第二个是说没有工厂会更好这件事的。这个明年就知道了，会好的。其实这个未必，国民党创造经济奇迹的时候是国民党执政这个，对不对？那也是蒋经国做的，所以那你刚才讲说新加坡是不差，没有错，但是对经济还是做得很好。就是经济奇迹这件事，很多人都有意见的，我们怎么去定义什么叫经济奇迹嘛？但经济奇迹不是台湾人叫出来的，是国外对台湾的评价，就是因为经济成长率高的关系。好，那第三个是谁来当外劳？谁在金字塔的底端？然后谁回到那个农业了？就是说有些
就是在一个不公平的情况下，然后那些做外劳薪资这么低，啊，比如说在金字塔的下面，可是谈的还应该是分配的问题了。其实大家分配的问题不是以我们自己来看，好像是说，哎，外劳拿的薪水那么低，他有一点被剥削，对不对？不是这是该在在台湾生活呢？不是，他的家不在台湾啊。你如果基本工资，如果他能给他钱的话，他是可是他在家在台湾生活。生活的是你一个人生活嘛，但是我们基本工资是包括他的家庭嘛，对不对？基本工资是包括也包括等于是他的本人跟他太太跟好像是零点几个小孩的一个基本生活嘛。但是现在外劳他的小孩不在这边。没有，我们去外面的基本工资一般就是我去工作。我是单身汉啊！你单身对，但是基本工资的定出来的定义是一个人，包括他的太太，包括他的好像一开始啦，但是早就已经不是了。谁会22K还养得起一个太太跟小孩？对，一开始基本工资没有，我现在是讲说现在早就不是了，比较简单，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一个外劳在台湾生活，然后你又没有基本工资，你要9000块，比如说想同样一个人。9000块怎么在台湾生活？这不是我搞不懂。但是你不能生活嘛，对不对？他住在宿舍里，他也，他都在台，他没有来之前，他都打听的清清楚楚。因为今天印尼来台湾已经也十多年了嘛，菲律宾的话也是十多年了嘛，对吧？1922年已经20多年了嘛，这些拿过生活他都非常清楚嘛。事实上，他现在被剥削，你说他不剥削，他早都算进去了。他认为这些钱交完之后，对他还是一个很好的收入，他才会来嘛。对，他也会比较到新加坡去，或者到台湾，或者到印尼，或者到马来西亚，到底哪个好，他也会比较。所以最后都差不多，因为这就叫市场机制嘛。因为你到马来西亚不好，他就不会去马来西亚。哦，这个就是很传奇的自由。市场来讲，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我们是完全是凭你的自由意志，你都已经算过，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他在那个算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是你情我愿的，我没有强迫你，是你自己要的。那个应该是自由市场的意思。事实上是这样的，好比说你今天老师说，哎，你这个薪资下来就请到外，但是马来西亚的公所的比我们差很多，马来西亚的一年的外劳大概300多万，那6000。啊，打卡达跟杜拜6000台币，12小时，昨天新闻刚播的。对，但是我跟你讲，我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差不多快将近2亿的人民啊，离开他的祖国去为了生活啊，有的是企业工，有的是移民工，有的是这样子，就差不多。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低收入的这些穷苦的人嘛，但是穷。这个收入高低是跟他以前来比，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还是市场来决定是最合乎人性。好，等一下那个，我不做外劳这上面的自由论，因为这个大概差太远了，只能够说台湾的逃跑外劳，他没有身份的限制，他被警察到处抓，但是他的薪水比合法的外劳高。他是市场决定他的薪水，那所以我才能说，如果要谈自由化，就彻底自由化，让他们可以办老板，等等，这个我都认为可以讨论。那我想先回应那个，就是说国民党，国民党拿掉会不会好一点？2013年就是我们签6月份签了服贸协定，2014年才有3.18，2013年签了服贸协定之后。然后10月1号的国庆演说，马英九定调就是台湾要成为一个自由经济岛。再过一个月，蔡英文到新加坡去发表演说，重新确立这个方向，台湾要成为一个自由岛。所以两党在政治、在经济发展上面，我想是差不多。好，那民党没有那么多党产，但我们今天谈经济。经济政策目前完全是没有看到差别，同样要加入 TPP， 以美国为首的 TPP， 也同样要加入 RCEP， 就以中国为首的另外一个全国际性的，都是要更自由化。可能我觉得高理事长用力量对比来说，可能高理事长
所要求的那个更彻底的自由化，可能会比我所要求的更彻底的公平充分就业还也许机会还大一点，因为目前主要的政党跟主流的思想是这样子。那第二个我要谈的就是说，就资本的流动，其实刚刚在讲就是在谈资本啊，资本的流动它当然也不是这么任意性的，它当然是有盘算的。那所以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啊，所以就是刚刚这位先生有特别提到，刚刚都在讲传统产业，这当然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资本进来不一定会跑到传统产业去，从台湾开始资产外移，我只要举一个例子，星光纺织那个时候在纺织厂，在中山北路三段，很大的一个纺织厂，整个关掉，为什么？关掉，因为那个时候就说我的土地增值的利益远比我继续做星光纺织还要来得赚。那个时候星光纺织还是赚钱的，星光企业是纺织起家，1988年还非常赚钱，领先前茅，大家都还没有外移到中国大陆去，还没有到，还没有南进，但是他卖掉了，所以那个土地赚到的钱拿来干嘛呢？一半流到同样是星光集团里头的金融产业，因为金融产业开始越来获利越来越高。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投资金融产业，绝对是最好赚钱，而不是进入传统产业。另外一半投资到哪里去呢？就是星光医院，因为医院随着我们医疗食品的商，就说医疗市场的商品化，其实医院越来越赚钱，我们也知道。这些就不细说。医院成为彻底的商品利润导向的时候，对于我们一般人民的生老病死有多么严重的影响，这个都不多说。我只是在说，资本它当然是往获利高的地方去，它不是往哪里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哪里能够促进经济，不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们在所有想象对资本有利，有利于资本流来流去，事实上它就流到最好获利的地方。除非我们开始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房子，我们有各种租税政策可以出来，提高这些租税政策，它就不会往这边投机业去。可是我们并没有相对应的这些租税的工具出炉，我们只有看到我们是一路往下掉。刚刚都提到了我们的营业所得税等等的往下掉。那再来最后面我要提一个，对，我还要再讲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其实在经济部的资料里头，2007年台商已经开始回流了。我们刚刚的促进台商回流的方案是2013年、2012年底提出来，那我们后来的自由经济示范区就是现在正要实施，而且好像非实施不可，也针对了很多是量身定造为台商回流和量身定造。但是我要说，2007年开始，台商每年都在逐渐增高的回流，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制定了它的薪资开始要合理化了。甚至于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提出来，我每年都要调薪13%，他的薪水越来越高，然后以及他的过去有劳保条环保条例，但是环保不落实，现在环保开始要落实了，因应着土地也好，环保标准也好，以及他的工资的上涨，所以台商早就在回流中了。而我们还要在这个时候，按理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楚的产业政策，我们应该有一个80的空间，我要什么样的资本回来，我要什么样的产业回来，高附加值的、低污染的、高技术的，然后能够有产业创新的。我们应该政府如果有一个清楚的方向，要来谈判这件事情，而不是全开就是降税，然后给你75%的外劳，如果真的要得到，然后双手欢迎拥抱这些在中国大陆因应着那边的劳动条件上涨而又回来的草莓资本家吧。那个美丽，我们在9:30我们要结束，我们赶快结束，不好意思哦。那个今天当然是一个很难的机会哦，但是我想。我觉得最重要，我觉得我最想跟大家探讨的还
还是大家都没办法不承认说台湾的经济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严重的崩盘的现象。其实刚刚我们赖老师一开始就讲我们的经济财团化，过去我们是蓬勃的中小企业，现在我们是财团的经济，那我们的青年贫困化，那我们现在在讲说这个外劳来这里哦，是不是有没有自由来啊，愿不愿意来啊，这些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很严重的，赖老师也讲到，因为我刚刚去顾老同学，顾老师，我刚刚去从澳洲回来，我在澳洲跟一个澳洲的工党的朋友，一个香港人，他在那个澳洲的工会工党里面工作，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们台湾来的大学生在这边打工受尽的虐待你们从来不反对。我跟你讲各位，我跟你讲，我本来是抬头挺胸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人，到了那里我真的脸都，我头都抬不起来。他们说香港来打工的人都懂得这个捍卫自己的权益，我真不知道你们台湾人是怎么了，在那边被性侵的断手断脚的，他每一天都来接电话，我真的眼泪快掉下来。走到那个市场上去，看到很多水果，我就很开心的这样去买水果，他说这些都是你们这些血汗工人摘下来的。哇塞，我简直是走不下去，我第一颗断头就走，你觉得我买得下去吗？好，所以各位，他们我们这些可怜的年轻人为什么就是为了一个月想要赚10万块钱。那我们今天沦落到我们讨论说外劳来我们台湾，事实上我们已经变成是一个外劳输出的国家，一年进去澳洲度假打工最多的就是台湾人3万多人，一次可以有2年，他们总共同时都在那里有5万人，他们在那里非常低薪的 illegal 的工作，不愿意加入工会，只是为了愿意多赚一点点钱，最后打黑工被剥削到最偏僻的地方杀猪杀。好，那我讲回来这个就是哈，我真的老实说，我们很沉痛的讲，我们一定是为了要挽救这个国家。我们的年轻人，老实说，我们这代真的也很对不起你们。我们入社会的时候，我们领多少薪水？我们5年之内，我跟各位讲，没有2倍，没有3倍，一定也有2倍。可是各位现在面对的状况是什么？那刚刚其实这个顾老师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刚刚有一个同学讲，我们现在都是高学历。我们现在同一个年纪有70%以上都是大学或硕士毕业生，各位高学历的同学们，你们去哪里找工作？这个社会提供多少高学历的工作给各位？这已经是一针见血嘛。那一个每一个国家社会人口结构都是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会能够有一个，台湾这个社会为什么能够支撑70%的大学生的工作？那这个是，当然这是整个，不是，我觉得也不是只有外劳的政策，我们整个国家的政策是严重的失误了10、20年才会这样。那刚刚那个顾老师也讲到一个，我觉得都是很棒的问题，问题是我们找不到解答。我们解答在哪里？老板赚钱赚了1倍，刚刚讲很清楚，对不对？薪资却下降，为什么？问题是出在哪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我们都很理想，但是我们来到了这个社会，现在各位同学都还在这个学校里面，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你进入社会，你要去做那个，我再讲一个，昨天一个妈妈告诉我，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得到了什么待遇？他们去 HTC 做作业员，4万块。那不是也是一个作业员吗？但是不错的工作啊，是不是？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台湾的这个年轻人面对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那么多的大学生工作给各位，真的，就每一个社会，我想美国也没有，美国的大学毕业生才30%，我们有70%。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觉得我们要很务实的。老实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很自傲，有时候又很自卑。我们很自傲说台湾制造是非常的厉害，很棒，台湾之光。可是各位知道吗？当我们再去看这个传统的制造业的时候，事实上去中国的产业，第一个跑到中国或者这一群去中国的产业，都是国际级的产业。留在台湾的制造业，很抱歉，做毛巾的、做这个袜子的，都是以台湾的市场。他们这些产业事实上过去就是难以升级，没有办法应付全球的竞争，所以他们就
督徒在台湾，现在连台湾这个小小的地方都被中国货给侵蚀了，所以他们也无法因应。所以我回到我们最基本的，我们各位必须知道，刚刚其实大家都很同意，金融业、股票、投资业这些东西都不能创造，只有钱滚钱是不能创造幸福的，不能创造我们的就业，不能增加我们的薪资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制造业，那制造业才能带来就业。那我们怎么样让制造业复活？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课题。谢谢。好，谢谢美丽。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可以来谈。我刚刚谈问题没有，我们好像台联有没有答案？台联答案是制造业回流嘛，对不对？是不是？是回流。我们现在其实我跟你讲，应该有一个政策，因为有了外劳说法回流。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啦。比如说教育，我觉得我们教育不解决，没有也是会出大事。七成的大学生，你去帮他们哪里找工作？你光是想到这一点，你就不觉得头皮发麻？对啊，创造优质的工作机会。然后各位都会觉得说，所有设计、创造、文创，我老实说，我们台湾市场那么小，你是要多少文创？每一个小孩都要去做很多马克杯来卖给谁？我每次看到那些文创产业那些可怜的小孩，我真的是要掉眼泪。你觉得每一个人每天都要去买马克杯吗？每天做那么多可爱的产品吗？专门在。好，那我们现在这，我们最后这个时间呢，就是请高理事长做一个结语啊，做一个结语，然后也请杜老师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啊，所以就请高理事长再。就是我讲的这一个是一个已经20年的老东西，1992年一个错误的外劳政策，违反了市场机制，我们也受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我们的薪资持续往下滑，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的经济会越来越坏。虽然马英九现在是经济成长率还有一个2%，但是我们的中端的高端的零组件中国已经要全力去开发半导体，要抢台积电的生意，以国家的力量它不但表面上是以国家的财力，它底下一定又用非常卑劣的挖人的偷技术的办法，所以我们实在是在非常危机的一个情况，要求生存是非常困难。我讲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快速的方法，能够让台湾的经济站起来。而如果像鸿海他能回台湾的话，他才能够持续的永续经营，他在中国的迟早会变成中国的企业。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是好像我们这些政治人物都被一些选票绑住，都不敢做彻底的改变，这个是比较悲哀的地方啊。当然，狗吠火车已经废了25年很多的政策，很多的东西，其实我都认为很容易就改变。好比说电话诈骗3月就可以消灭，可是我们搞了10年被骗了一兆的民间的钱都政府不是无动于衷。我想最后我想稍微问一下这不知道有多少的听众赞成我的这种做法，让我自己有一个心里有个数，以后还要不要再继续我会火车。如果说赞成我讲的方法，请你举一下手，让我看一下。我双手。OK， 好吧。一半。没有一半。没有一半。没有一半。来，一二三。说就是，比如说台商在台，
台商再移回台湾，然后好像可以创造出200万的工作机会。其实我觉得你做了很多，因为数字我有点忘记了，但是200万，对，你说如果有20%的台商回流，是就会创造200万。对。但是因为我觉得你在做出那样的东西的，在做出那样的数字分析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个假设让我觉得很不具有说服力。我们台湾真的有这么大的腹地让你进行这样的制造业吗？还有像刚刚顾老师一直在讲，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环保是一个敏感议题，而且这是我们台湾目前最可以说是我们很严重，而且我们是等于是全民要防堵的东西。那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纳入考量，然后你告诉我说200万的工作机会会出现，我们真的要这样的工作机会吗？所以前半场其实我在听你分析的时候，我是觉得受益颇多。可到后半场，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它有很多基础是可能经不起检验的。那所以说，就是高老师您这边，如果之后我觉得您到了这把年纪，您愿意全费火车，那我觉得是对我们后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跟我们的代表吧。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那个假设要重新再去思考去检验，否则的话我觉得它不具有说服力。我稍微回答一下好了。其实鸿海的在中国的产业是主专业，像 BG 先电脑不是主专业，主专业是没有环保的问题，而是做像台积电、像这个联电，他们做半导体，那是有非常严重的环保问题，因为它要用酸去腐蚀这个晶片，所以它会。但是台积电的环保做得很好，所以它也没有这个问题。我现在讲的是，好比说，我现在讲的就是好像笔电业，就是笔记型电脑业，或者是手机业，或者像这个郭台铭的这个鸿海的这个什么iPhone 的这个什么 6 这些是主专业，所以它没有环保的问题。它都是把东西组装起来，射出成型的，也没有环保的问题。真正环保问题是酸洗这些东西，但是这些环保的问题都能克服，只要我们有环保署，我们有这些环保的人员，只要他严格执行你这个工程。但是我们现在台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个贪污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务员被腐蚀的问题。你从我们现在台北市大巨蛋这一身，你就知道公务员是很容易被腐蚀。像六轻厂的这些问题一样的，云林县的政府啊，有一些捐款他就收，所以是我们的人为的因素。你讲的这些环保问题在德国这些都是人家。我们好，先等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我们10点要离开，而且要把场地扩远。它不是礼拜五，我们今天礼拜一，所以你们可以到继续谈，好不好？这个礼拜五，这些星期我要谈的是关于文化立国的问题。然后，所以我们谈台湾关于台湾文化，我们找师大黄安宇老师来当主持，然后从他对于文化研究上面来看，另外再找到台文教授是陈明仁老师，他作为台语文学的这个论去看台湾文化，另外再找到五度一个原策会的理事长来谈，从原住民角度来看文化的问题，所以大概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什么叫做台湾文化的建构跟想象，就非常欢迎这个礼拜五大家可以过来，好，谢谢大家。好，再来。因为谈到环保，最重要要讲，就是大家不要忘了，日月光也是台商回流的，然后最后花了300万，它是这么明显的，已经是挖了一条水，直接把废水排到我们的隔川里头去，所以大家不要忘了，前一阵子我们都还在限水，水资源。可是工业用水，在我每个礼拜我家有2天限水，因为我住在新北市，台北市没有被影响。可是告诉大家，工业用水从来没有断过，
我们工业用水非常便宜，我们的工业用电也非常便宜，这都是我们吸引外资台资回来的一个利器，这就是所谓的好的投资环境。但是我们现在真的要思考，这是我们要的经济发展啊。就只有一个，因为一直都没有回航，缺工，只是因为缺工，他没有回应，其实是缺廉价工。那我要讲，缺工就真正的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的原则就这样，缺工表示你要提高劳动条件，表示你要产业升级，你才有办法解决你的缺工问题。但是我们政策性的引进了非常便宜的外籍劳工，使台湾的产业升级就原地踏步在20年前，到现在还要再来一次吗？如果讨论缺工问题，恐怕得从这样子来。好，今天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